一人三个地儿，你瞅瞅。哎，你老婆没看见过你老婆，我老婆在家看孩子，我老婆跟我干啥呀？啊，我一天就像个流浪汉似的。乖，老四来，老四这儿来，啊。不清楚，哎，我这手机膜该换了。哎，火鸡面啊，火鸡面啊，21.9块10包，相当于多少钱呢，兄弟们？相当于2.19块一袋儿啊，2.19块一袋儿啊。哎呀妈呀！我怎么感觉这么模糊呢？啊，这么模糊呢？还是模糊是不是？老师不能偷吃啊！浩宇哥，老师不能偷吃啊！小明不能偷吃啊！小明啊！这个好了。小明，你要想吃火鸡面，你告诉老爷。哎，给你吃行不行啊？你别抢，好不好？小明也坐这吧。嗯，小明也坐这吧啊。对，你俩要想吃火鸡面的话，你俩跟老爷说，是不是？小明想吃吗？我先尝尝啊。火鸡面21.9块10包。小明不怕老四。哎呀妈呀！哎呦我天，这个辣劲儿！哎呀妈，这个辣味是真好，那，啊，这个辣味是真行啊，你俩谁吃？你俩谁吃？啊，小明是不是？小明尝尝，小明给你尝尝来，都不吃，都不吃辣的。火鸡面是干吃的吗？黑蛋白这个西米露啊，看吧，哎呀，西米露，这西米露里边全是水果。养狗的人吃过狗肉吗？我吃过以前，我没养狗之前以前吃过，还挺好吃。好吃啊。你看我嘴上，我以前吃过，但是我养过完狗之后就没吃过。我以前吃过，我养完狗之后就没吃过那个了，没吃过那个狗肉。哎，老是想吃罐头。下课了，下课了，老师立马就醒了。我喝的是西米露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了，我看有没有了啊。酸奶西米露啊，西米露，干俺家老四他们，三位他们多挣点狗粮钱啊！我也吃，我光狗粮钱挣完了之后，咱自己也得吃饱啊，对不对？我也有孩子，我也有父母，我也有媳妇儿，我也得还房贷。还是带活，
你和老四真像。都在为生活。四哥，你恨死我了，兄弟们！老四姐恨死我了啊！西米露在第50个链接，兄弟们啊，这一罐西米露是312克，总共是六罐，六罐卖39块，29.9啊，29块。他们那个火鸡面是让我夹里的吗？啊？让谁吃了？什么时候发西米露？啊，基本都是48小时之内发货，兄弟们啊，基本都是48小时之内发货啊。因为他每天，兄弟们，这个西米露每天都卖上万单，咱家的宠物用品都是24小时之内发货啊，掉碗里了。老四说你那损色，四哥啊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，哎呀，火鸡面21.9块，10包，我放碗里了吗？让小米我给吃了，应该是。四哥，你啥表情啊，老四啊？啊？老四，你啥表情啊？啊？他眼色的睁不开了。是西米啊，那个就是西米啊！哎妈呀，我都不知道。啊，这个西米啊啊！我以为是拉稀的稀呢，稀的嘛，稀的咣当那个稀呢。我以为稀了咣当那个稀呢，稀米，我以为那是米呢呗。太难了，兄弟们，你看，兄弟们，老四难不难？老铁们啊，老四天天晚上跟我一块熬夜，真的，兄弟们，我跟你说，以后对不起谁，我都不再说对不起老四的，知道吗？以后我这几个狗狗，我跟你说，我必须对老四好。一溜溜老四醒了，老四下课了哈。你说兄弟，你看我说没毛病，我一说下课老四立马清醒，我一说下课老四立马清醒了，走了吧，先走了，自己走了。老爷每次凌晨遛狗，我不遛不行啊，兄弟们，我不遛能行吗？你知道我凌晨下播，我下完播之后去遛狗，我遛完狗回来之后，你们知道我一觉睡到几点吗？我一觉就睡到9点了。我一觉睡到9点了，我不遛我能行吗？你说从我直播，我九点多钟直播，然后呢，我如果这个点我不去遛狗的话，他们就得憋到明天早上10点多钟，憋住了还行，你憋不住的话就在家里拉，对不对？必须得去，这个时候必须得去，多拉一圈，他明天早上能憋到明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。老四多少斤？老四不知道多少斤，80斤吧得有，啊！我每天我就有6-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，2点多钟睡觉，啊，睡到早上8-9点钟，一天就一天遛3次呗，8-9点钟遛一次，下午2点多钟遛一次，啊，然后呢，然后呢，晚上我直播之前遛一次，这小小迷糊都上沙发了，你瞅不瞅？
哎，这小米都上沙发里了。小迷糊不溜啊，小迷糊他们就得闻着家里人拉尿。老四和老大他们出去，大狗能憋住，小狗憋不住。我要遛小迷糊呀，兄弟们，真的，我要遛小迷糊，一天遛他妈八遍。我一天遛8遍才能遛过来小迷糊。小迷糊他妈太能拉了，怪不得叫拉不拉太呢，太拉。教大家怎么吃，兄弟们啊，明天我教大家怎么吃。啊，感谢大家拍了咱家冷面啊，兄弟们，咱家冷面在第二个下方小购物车第二个链接，还有没拍冷面的兄弟你们拍咱冷面啊，咱家冷面是16.9块两包，总共20张，赠送4个料包，赠送一把刷子，明天晚上我教大家怎么做啊，还有没拍烤冷面的兄弟们，明天晚上我教大家怎么做啊，吃过东北烤冷面的或者是没吃过东北烤冷面的兄弟们啊，你们可以去拍一拍咱家的烤冷面，你们去尝一尝，明天我教大家怎么做啊，咱们的东北烤冷面就是满中国都出名，兄弟们，你到什么地方，你说我感觉到现在是所有的地方都应该有卖烤冷面的啊，我要再不好好睡觉的话，我跟你说真的，我他妈的，我媳妇儿的，我再过两天我媳妇儿得跟别人跑了的啊，你长得本身就鸡巴磕碜，哎，在眼睛上全是皱纹、鱼尾纹、这纹那纹、抬头纹啥的，啊，谁能跟你过呀？是不是？啊，以旧换新，是不是兄弟们？好好休息，还有白头发，能看着白头发兄弟们？我天天晚上熬夜，熬白头发，天天想段子。我跟你说，你看。我跟你说事儿老多了，你平时咱家白天发货啥的，咱家的所有的事儿都是我管，知道吧？发货、物流、订货、包装，知道吧？咱淘宝里的每一个细节啊，每一个细节、每一单货啊，都得去我去把关，兄弟们，知道吧？我管的老宽了，我还得想段子，咱家还没有团队，还没人替我拍段子。没人替我拍段子不说，我还得自己拍，我还得自己想，啊，我还得自己想，干活的我也管，啥都管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没人替我出主意，知道吧？没人替我想段子，都是我。老四。嘎嘎嘎嘎嘎！老四说：“你可别他妈烦我了。”四哥说：“你可别烦我了。”你看四哥那抬头纹都出来了，兄弟们，你看看来。俺家四哥还抬头纹，老四为什么感觉你脸有点发绿呢？老四发黑呢？四哥，老爷怎么感觉你脸有点发黑呢？老四啊，主播招人吗？我现在不招人，现在不招人，家里头干活都是自己家人，我能养活一家人，我能把家里的闲人都养好他，我感觉我为这个家，我做出了挺多贡献就行了，有意义，完了出去之后尿完撒完之后就回来了，老四跟其他的狗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老四愿意拉了。老是走一个地方尿一点，走一个地方尿一点，他不像 Seven 和老大他们两个出去往那一蹲就尿完了就回来了，老四就一会儿一次，一会儿一下子，一会儿一下子。你媳妇不帮我吗？我媳妇看孩子呀。离婚了，老四离婚了，我没离婚，支持。兄弟们啊，感谢你们对三文街的支持啊，我这人啥能耐都没有，就是喜欢瞎叭叭啊，你们还愿意这么看，这么喜欢看咱们家啊，感谢了啊，老铁们，感谢了，感谢你喜欢我们家的狗啊，觉得是跟我一点关系没有，不是我们家狗的话你们也不可能喜欢我，兄弟们啊，
我也深深的清楚，我沾了俺家老四的光，啊，沾三文光，啊，谢谢大家伙啊，我跟小迷糊不一样，兄弟们啊，我清楚自己的位置，啊，我清楚自己的位置，嗯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希望我每天的努力啊，能把我们家的狗狗啊更多的优点啊展现给大家啊。谢谢了啊，谢谢，晚安，老铁们。